度边度嚟噶？喂，哇，亚视嚟噶！哎呀，点解你一讲亚视我就会跌低咗嘅？开场啦！民建聯提出一個保守的政改方案，要提委會一半人同意，候選人才可以出到閘噃。幻覺嚟嘅啫，嚇我唔到嘅。你方唔係啊？民建聯特登拋一個最保守的方案，好似超市咁樣抬高啲個價錢，跟住佢只要減少少價，讓少少咧，香港人就會覺得好抵買，就會支持佢噶啦。譚志源都話咧，民建聯呢個方案係好難凝聚社會共識嘅。咁你又要買大細啦，香港最有前途嘅政黨同政改三人組，你睇好邊個？党大定政府大啊？咁我梗系买民建联啦！你睇下政府第二日都要改口话可以考虑啊。其实方案系咪保守咧？睇你同边个比较啦。你话如果同有人提过嘅话，要四大界别要全部得到支持先出到闸比较，民建联呢个直情就系公正开放添啦。如果再同北韩啊，只有唯一继承人相比咧，喂，我哋呢个选举简直就有商有量啦。起碼爭輸了那個不用喂狗啊！嗱，唔好啦，民建聯呢個方案咧，仲係有風險嘅，不如用陰點好啲。誒，千祈唔好，你睇下曼聯嘅莫耶斯，陰點冇好下場噶。Life is like a buffet. There's too much to taste. We gotta decide what to take and what to throw away.对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和2016年立法会选举方案的建议，在2017年行政长官的选举之中，是最底的底线，是不想原地踏步。经过多个月的深入商讨，我们今日公布初步的方案。我们提出只有一个方案，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希望可以大家在基本法的框架里面找出一个。我们今次学民思潮和学联联手推出方案，如果你选 A 餐得到餐肉米粉， B 餐猪扒烤鱼意粉， C 餐炒公仔面也吸引，餐选择太少，惊喜不足够，餐牌都想等待有心人。两次民调结果咧，都超过半数嘅市民系同意，系要过半数嘅提名委员会过半数嘅提名，唔系有好多。特別民主派的政黨咧，有個正面的回應咁樣，咁所以咧就可能呢個方案咧喺政治上要凝聚共識咧，似乎都要繼續努力啊咁樣。該黨嘅方案裏邊咧，有幾個元素咧，其實都係提得唔錯嘅，都有佢積極嘅意義。制度是要由提名委员会负责提名候选人的，如果是有些提出的方案会造成绕过或者是削弱提名委员会提名权的话，我相信这些方案都很难符合基本法的。我的名字叫麦兜兜，我老师叫 Miss Chan Chan，秉持住有商有量、開放同埋兼併。含住個雞包仔，望住四寶雞汁，我嘆現實。如果我哋唔聚焦翻喺一啲比較實在、有法律基礎嘅課題裏邊嚟探討咧，即係呢個目標咧就會變為鏡中花、水中魚。我個名叫麥兜兜，我阿媽叫麥太太。要按住基本法嘅要求咧，先至有機會可以凝聚到共識。
任何繞過提名委員會這個提名的權力都難以符合到基本法。但現實就似一隻鴨，下下一定要得，唔得唔得點算啊？就不要再虛耗一些時間去再擺在一些其實難以符合到基本法的要求的建議那裡。不過呢，我最想吃雞，我最想吃雞，我最喜歡變鴨鴨鴨鴨鴨鴨。Regret 就不等同 sorry 或者 apologize， 因為 regret 應該是解做遺憾或者為他人的錯誤遭遇感到抱歉。譬如當日菲律賓的阿基諾三世，他笑笑口面對人質慘劇，我們就可以說香港人對他的不當反應感到 regret。 當日香港人說曾特首不應該打電話給阿基諾總統，因為香港沒有次主權，對這種自貶身價的言論我們都感到 regret。 既然 regret 是不等於道歉或者認錯，那有人就問了，點解香港嘅人質家屬唔可以再爭取一下呢？佢哋如果唔收貨，據聞政府嘅下一波制裁就可能會對付菲傭。正如家屬所講，佢哋唔想傷害唔應該傷害嘅人，唔想將公義變成不公義。嗱，香港人咧可以將呢一種對責任追究到底嘅精神放落去另一單嘅悲劇，就係南丫島海難報告啦。政府喺呢件事上邊表現得好似菲律賓政府咁樣，閃閃縮縮、遮遮掩掩，真相不明。咁就真係 sorry 啦，市民對政府好 regret， 官員就算 apologize 都冇用。呢件事終於告一段落，我希望死者得以安息。我一直都相信我哥哥會安全咁翻嚟，其實成件事係好容易解決到，但菲律賓政府佢冇。佢冇盡力去解決呢件事，造成好多家庭破碎。我哋連一句嘅道歉都收唔到。呢一個未必係一個最圓滿嘅解決方案，我希望我可以接受。每逢嗰時嗰節，一齊食飯，就係少咗一個人，就係少咗我哥哥。使命馬扎嘅爸爸，我唔到個仔，我翻工度。你與我，誰全沒想過？再爭執，燒起猛火，對峙亦沒結果。And sabi parang din para sa kahit hindi yan ang konti. Sabi sa culture namin, when we apologize, then it admits that we are at fault as a country, as a government, and as a people. 喺呢三年裏邊，香港政府都仲未為我哋攞翻一個公道。梁振英先生，你可唔可以喺香港市民面前去承諾，你有咁嘅決心？去為死傷者攞翻一個公道。我可以向阿謝生承諾，我同特區政府有決心會繼續跟進呢件事。我計算著感受，幸福記憶少過太少，令我極傷心的太多。真係好痛。係三年前做到而家，我都係感覺到嗰個痛都係仲喺呢度記憶猶新咁樣。而家前終於可結束，我終於孤單一個，無需要你再幫助，更加應該重新開始過。呢一件事終於告一段落，我希望。死者得以安息，我亦都希望想希望傷者可以盡快走出傷痛。
時風平浪靜啊，忍唔到啊，師傅。少不忍則上頭條啊！我話知上咩頭條，我都要去廁所啦，而家。唔通啊，你去還去啊？要揾個道具先得㗎。我有啦，我自備咗尿布啦，已經。係啊，要揾把遮遮住啊。點解要遮住啲臭臭啊？遮住你個私隱部位，咁就唔怕俾人影你相啦，就唔怕你哋發生口角，就唔怕引起中港矛盾，就唔怕佢哋杯葛唔嚟香港啦。哇，舒服曬啊，師傅！我終於明點解啲人話咧，香港遍地都係黃金啦。嗱，街上面金鋪多，街邊啲金仲多啊！悟空啊，以前嘅香港就窮好多㗎，冇咁多金㗎喎。但係好似張家輝話齋，以前冇嘅，將來你係會擁有㗎嘛。香港真係不愧為國際金融中心。師傅啊，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咧，佢就話，其實而家大陸遊客嚟到香港所產生嘅種種矛盾咧，都係我哋嘅配套設施不足，係屬於發展中嘅問題。悟空啊，想唔到香港做咗四小龍咁耐，又話咩國際大都會，原來喺領導人眼中咧，仲停留喺發展中嘅階段㗎。係啊，李源潮咧仲訓示我哋傳媒老總咧，就話你哋報新聞要客觀、公正、持平啲。講得好啊，你試下用念力嚟觀察下呢個原則㗎啦，去理解隨處便溺嘅問題咧，就會有新嘅體會啦。客觀啲，我明白啦。點解大陸同胞嚟到香港，佢哋會隨處便溺？因為我哋配套設施不足，香港唔夠廁所俾佢哋。全中啊！我哋應該要求旺角咧加設嗰啲流動廁所，最好就起喺法輪功攤位嘅旁邊啦，又方便到民眾，又滿足到阿爺嘅維穩需要噃。嗱，入境處咧應該派發啦呢一個公廁指南俾我哋啲遊客，方便佢哋方便。環球時報話香港民眾對大陸同胞周街便便反應太大，因為係唔適應到啊大陸同胞面前咧失去咗嘅優越感。哎，佢又講得啱。你想想那種不用忍想解決就解決的那種自由，香港人真的不及大陸同胞優越的。當然啦，香港人真是百忍成金的，地產霸權要忍，一錘定音要忍，新聞報導要忍，忍惡揚善的忍啊，忍忍忍忍又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尽你要争的气，留恋你赤躯之地，造就你凑不到的景气。让我哋发挥好桥头经济嗰个价值，打造一个新嘅经济亮点啦，令到大屿山呢一片位于粤港澳三地交汇嘅宝地咧，能够成为粤港澳嘅明珠。人物最懂开玩笑，谁都很重要，有被谁忘掉。欣澳嗰个填海作为一个旅游娱乐和一个商业嘅枢纽，希望能够在市区以外冇咁挤迫的地方可以提供多啲旅客需要的購物啊、旅遊啊、住宿的設施。運程未算都不用算，何時定未斷，給機器運轉。由所謂的填海造地做儲備，突然之間變成一個所謂核心商業區，這些個過程完全是沒有經過諮詢，就由一男子一把聲一錘定音就一招搞定。只包邮消失了，叫地球会转得更久，何必等生锈？是不是不停话起旅游的设施，不停做商业中心呢？咁咁艰难做的地都冚唪做旅游生意，咁系咪第日将来香港人净系识做旅游生意？咁你为强国人的旅客嚟香港购物，而要填我哋嘅自然嘅海湾呢？跟你搏命的，這個一定是完成要你比的賽，捱完了你肯忍受的愛，你喝彩。阿忠，阿忠，阿忠，香港人一定要管啊！我话嘅，听清楚，香港人一定有一间六四纪念馆，我公司搞翻间小龙纪念馆，最后咪一扎。
一腳開死腹中，得啦！你紀念館擺商業大廈，最後咪俾人哋，咪搞到俾人哋踢館。阿雞我話紀念館唔好擺市區，唔好搞館喺世界揾笪地。我哋拍戲噶嘛，我搞個影城，我哋搭個長安大街景，搭埋天安門景，搭埋新華門景，表面上係拍戲。實質安排自由行嚟到參觀拍照，我再安排學生表演。當年情況由四一五路制到四二六社論，然後吳以開對住睡衣見阿李白，一路到廿七軍入城，一氣呵成。只搞煽情，唔搞煽動，表面上係拍戲，但係全部爛尾，唔使上畫嘅。將六四化悲憤為文化影視產業，通識旅遊文化產業鏈，有咪唔夠你鏈啊？欢迎大家嚟参加2017普选旅行团啊！真系天天出发，款款不同，日日有新团。诶，最近有个新团咧，民建团啊，不过佢哋收费高啊，但系保证自己有玩得开心、啊。如果贪平啊，参加学民团咧，全部后生仔，不过一到步咧就唔知佢玩边饭噶。如果最多人咧就参加四万团啦、啊，四万领队，但系唔知点解佢带大下队去咗美国白宫。阿飞哥话去咗白宫啊，咁你嗰团咧就白做嘅，咁啊呢啲团咧最紧要都系俾老人家玩嘅啫，你要明白老人家中意玩乜嘢，佢中意玩熟人咯，最要过关嘅时候咧犀咁啲，嗱又中意个领队咧爱讲嘢同埋爱国内，如果咁多团你都唔啱心水嘅话，冇办法噶啦，你啊留港消费，踎喺中环啦。你哋嗰个城市基金啊，搞到冇龙冇狮啊，大花筒啊，嘥晒啲钱，以为你搵啲拍戏啲舞狮嚟，原来唔系，搵啲学生跟住啲老师都唔使钱嘅，舞龙狮变咗公私不分啦。计我话舞龙狮落后啦，应该舞僵尸，唔系呢只，系中国僵尸，僵尸最能够代表香港人精神啊！捱到不眠不休，唔使食唔使瞓啊！但系腰骨仲好直啊，冇咁容易屈膝啊！僵尸啊，百变噶嘛，好似香港人咁，揸住支枪啊，可以变警司。加鹏我，哇，吸血僵尸啊！请你饮咖啡嗰啲就 ICAC 啊！你话我咩嘢都唔识做，冇嘢做，冇嘢做咪去做莫耶斯啦！唔系话佢冇嘢做，佢冇料到啊！以前香港銅好多嘅，冇咁多金嘅，但係話張家輝再嚟啦，話齋，唔想傷害應該爭好嘅，你爭嗰句。正如家屬所講，佢哋唔想傷害，唔應該傷害嘅人。係啊，咪 cut 咗。聽晚7:00頭條新聞咁得啦嘛？好，嚟嚟。點解對狗屎咁有講究咧？